你点什么头哦？你镜头感还挺好嘞，我一拍他就点头，我又没问你好不好吃。他看着他外婆跟爸爸在那晒谷子，喝着水，刚刚吃了好多肉，手上都是油，要给他洗脸换衣服了。哦，今天出大太阳了，然后除了晒这个落谷子，然后这里的谷子都要拿出去晒。现在小胖跟妈妈在那里扯那个雨布，然后还有晒垫，能晒的都晒起。要尽快把这个谷子晒了，不然的话放久了会发芽的。我记得有一年一直下雨，然后谷子都发芽了。今年不会，今年的天气好，不会下雨。麦要分几天晒的哦，一天晒不完，我们有四十多袋谷子的，加上那个落谷子都四五十袋的。也有几千斤谷子嘞，都是我妈种的嘞。你们说我妈厉害不？我儿子很认真的看外婆晒谷子。这怎么老是每天下一段雨嘞？这刚那个。就这样盖着一下就可以了吧，我要去弄谷子去了。娘过来做哈拉了，这垃圾桶里去，皮吐出来，皮皮吐出来，皮皮吐出来，丢垃圾桶，真乖，丢垃圾桶啊，你掉了的那个丢的垃圾桶捡起来，要爱干净的小孩子，捡起来，放到垃圾桶里面，就在垃圾桶里面。哎，对了，来，再洗一下手手。嘿，到地上了，洗一下手手，洗一下手手。OK。好的，妈妈自己来拿。哟，洗了手手就要拿这个来，来，哦，自己吃啊，自己吃，好，吃了皮皮就这里面啊。猫咪不管它，你吃你的葡萄。找到了吗？好，给妈妈吃一点，拿去给妈妈吃一点，真的拿去，拿去给妈妈吃的，拿去给妈妈吃的。对，还有没有？妈给妈妈吃，给妈妈吃。要从嘴巴里面的给我呀！咦，好恶心啊！你太孝顺了，你太孝顺了。哎呀，我谢谢你。哎呀，太孝顺了，太孝顺了。啊，你要吃一个这个，自己拿。哎呀，好，那个放嘴巴里面，放嘴巴里面。好了，洗完手了。好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对了，来宝贝，